那个左桨往外坐，左桨往外坐。好，好来，海顺注意哦，好预备，好动。来，动作打开哦，下手伸直，那个威恩下手伸直，脚先发力，把身体射出去哦，注意力放在脚上。Melody just straight forward. 来停，挡水。好来，海顺注意哦，预备，来滑动，Don't me bury the paddle, don't sit. Your paddle didn't not in the pool in the water. Maybe your bottom hand can a little higher. Your bottom hand can be a little higher. Yes, great. Wayne 也是，你的下手可以再高一点点。高一点。对，高一点点。下手握的地方稍微高一点点，太高了。你学 Domi 的位置就好。那个维轩，那个滑桨要滑完，你滑到膝盖就起来了，要把动作做完。海顺注意哦，加力二十下，预备 ，Go， 给力给力，动作打开，脚推蹬。不要赶哦，一下一下做好哦，船在正哦，好，很好，好，我们收桨，大家要记住那个身体要打开延展开，上次小黑有讲嘛，就是下去的时候你的下手其实你应该是要对到前面的那个人的肩膀，是要伸直的，不是这样下去，你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其实你入水点会太近，你高一点的话，你这样弯下去，你入水点才是正确的位置。好，来我们推船，来二十下，来头桨带哦。好，推船二十下，注意，预备 ，Go！ 不要赶哦 ，Lara 不要赶，很好，下手放轻松，伸直。你弯下去的时候，你下手应该是完全伸直的状态的，脚先发力，把船射出去。对，很好，不要赶，不要赶，没有啊，下手放松，下手不用刻意用力。很好，来再一次哦。你弯下去的时候，你下手应该是要伸直，不要很僵硬的这样子，然后起来的时候又这样手这样，不要像机器人，就是我们放松伸直。
你应该是水平，应该是对到那个人的肩膀那个位置，然后推蹬的时候这样子放松，放松，不是手故意这样，你这样会造成就是你在滑的时候，你手去拉去用力，不要，就是我们下去的时候放松，身体推蹬，脚发力，身体推，这样手是放松的状态。好，我们再一次哦，来，所有人注意哦，推船二十下，注意，预备 ，Go。Lara 放松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不要赶哦。吼，吼，很好哦，这是大家合力就有做到，大家合力有做到的时候，你会感觉那个船是搓一下、搓一下再往前的。而不是会这样 shake 震吗？好，我们拿奖哦。啊，一样哦。等一下，预备动作点水的时候，我要大家弯下去的时候，你的下手应该是伸直，你的应该说你的拳头吧，应该是对到前面那个人的肩膀的位置，而不是这样下来。你应该是水平的，好不好？然后点水的时候，你身体弯下去，插入水面。你的桨叶大概是插到塞三分之一就起来，那你在水面上停止的时候，大概是一个拳头的高度，有听到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来，好，来投桨带。对。点水。好，点水二十下，注意，预备 ，Go。来，节奏一致哦。很好。吼！吼！好，好，我们等一下再做一次哦。这次就是配合上定位桨，刚才点水嘛，手伸直。下去只差三分之一嘛，然后现在定位桨就插满，然后滑回去之后，我们再定住三秒之后再下一桨，可以吗？大家把那个定住要做出来 ，position paddle， 来再二十桨，定位桨二十桨，注意，预备 ，Go。我也要身体先弯下去，身体弯下去再滑，脚推动。